欢迎今天的家庭大师颜玲珍、邱维超老师。各位电视机前及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Good TV 的幸福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迈向幸福。今天带领活力夫妻营会的家庭大师是邱维超、颜玲珍夫妇。因着看见家庭的需求，从1999年开始，夫妻两人开始一起投身家庭事工，带领夫妻成长小组。经过专业训练后，成为夫妻营会讲师。邱维超老师还放下部分医生工作，进入台湾的关怀家庭机构服务。至今，夫妻两人已带领海内外上百梯次的夫妻营会，近2000对夫妻参加。今天参与活力婚姻夫妻营会的八对夫妻，婚龄从8个月到27年，一起向两位老师学习活力婚姻的秘诀。好，我们活力婚姻爱之船已经进到第9站了哈，那也就快靠岸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刻，也是我们要学习夫妻中间的一个课题，就是饶恕的课题。其实我在婚姻辅导当中，我往往觉得我们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没有学习，因为没有学习，我们就用比过去可能原生家庭的伤害，我们去伤害自己，我们伤害我们的配偶，我们伤害我们的家庭，那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所以圣经上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去面对我们的问题，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重点不是上帝没有赦罪之恩，是我们可不可以知道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那圣经上也说，我们若饶恕人，神也必饶恕我们。不是神不饶恕我们，是我们的不饶恕好像感觉是上帝不饶恕我们，没有，上帝完全的饶恕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堂课很重要的是学习宽恕这堂课。可是宽恕要用什么系统来形容啊？以人体系统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免疫系统最能够代表这个宽恕与医治。各位知道吗？这个免疫系统哈，其实它是用来怎么样抵抗外来病菌，它可以来正确的判断，哎，这些不是体内的东西，是外来物，所以产生抗体，甚至呢可以预防老化，还有预防癌症的发生。如果说免疫系统出了问题，除了抵抗力它会降低，无法抵御外来的病菌之外呢？它还会造成细胞跟组织间自相攻击对抗，就像一对夫妻的关系，如果不能宽恕，也会自相的残杀。所以真的要看一个夫妻的关系好不好，看他们可以抵抗外来这么大的风暴。其实这就像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样，我们是一点小感冒可能就引起我们的败血症，还是我们生病了我们还可以有抵抗力去对抗这个疾病，那就看我们平常婚姻如果看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保养哦，还有关系，还有关系。但是我相信宽恕是不容易的，宽恕是我们自己里面要面对的问题。好，那我们来谈一下什么是宽恕哈。宽恕是从伤害哈，是将伤害从心灵的档案中消掉哈，然后关掉痛苦的回忆录影带，就是饶恕。宽恕是让一个囚犯得到自由，那最大的囚犯就是你。那我们可能也把我们另外一半也一起抓进那个监牢里哈。那宽恕是回到我们受伤的过去，重新创造一个记忆，以至于能够重新开始。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很少是美满健康的安全型的，好，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就任他去伤害我们了，我们这时候就是学习看见问题，然后我们去愿意重新创造记忆，我们才能重新开始。那怎么做呢？我们一般来讲宽恕的4大历程，我们来谈一下。那这个我们学习完以后，其实回去我们是必须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我受了什么伤，
我过去有什么东西影响到我们，我们今天的关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那第一个我们在学习宽恕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去哀悼，经历哀悼。哀悼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像一些的死亡，有没有，我们都有丧礼吧，你丧礼有没有哀悼，把过去的受伤，过去不能宽恕的，我们好像借着一个丧礼把它送出去吧，给它埋葬吧。可是这一定经过很多的程序，要经过一个我们所谓学习中哀悼的一个情绪的过程。好，第一个我们受伤了，或者我们认定了这个是一个伤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否认，我们说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我一岁多我父亲就要去世，我为什么生在这个家庭，为什么你要背叛我，我为什么嫁到这个家庭，会有一个否认。好，否认的时候呢，我们有愤怒，对不对？否认的时候一定代价就是愤怒。好，愤怒完以后可能讨价还价，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个过程是反反复复，一直到我们怎么样愿意去承认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忧郁，忧郁自己怎么这么的失落，这么的痛苦，这是一个过程。可是如果我们可以经过了那个所谓忧郁期的时候，我就真正承认，我愿意接受，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哀悼。可是我现在用三分钟讲完，可能我们要用三年十年来经过这个，但是我们有学习的话会比较快。再来我们就是看见问题，可能看见问题的时候又会有哀悼，有哀悼的时候看见问题，这是彼此都会互相的一些出现的。然后当我们看见问题，我们愿意面对，愿意承认，我们才真正的可以饶恕放下，就是放下那个过去伤害我，过去我不愿意面对的那个问题，我们才真正愿意可以放下。这是一个很长的旅程，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当我们经过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大的突破跟成长。好，我们的关系会变得更美好。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夫妻亲密关系里面会经过的一个宽恕的一个功课。我想有些人哈，可能连想要宽恕的机会都没有。那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原生家庭差异非常大，个性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是不被双方家长祝福的。等到满20岁不久，他们就花了72块钱，带了两个同学朋友去做见证人，到公证法院去公证，花72块，没有穿婚纱，没有任何的典礼，就这样结婚。结婚一年以后就有一个小孩，他先生后来因为工作关系要调到外地去，所以这个太太就跟婆婆住。可是原生家庭的各样的因素影响，就很多的婆媳问题。那先生在外地工作，那有一些没有学习，也造成回家后来有住在一起又有很多的争执。所以他们用两句话来形容他们的关系，一个就是小李飞刀，一个就是东邪西毒，很痛苦。太太她生了三个小孩，这个太太就跟她女儿大女儿说，她说女儿，妈妈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幸去世的话，请你帮我披上白纱，你就可以知道这对夫妻的关系是如何的。很难讲感受，更不用讲透明敞开。那感谢主，后来1999年我们就有几个兄弟姐妹，就是夫妻成立一个成长团体，我们就从录影带或者是书本里面去学。感谢主哦，2000年的时候教会办了一个千禧婚约啊，这个千禧婚约就有好几对的夫妻从来没有走过礼堂的，现在重新能够一个机会走红地毯的啊，这个太太非常高兴啊，那她家人也来啊，来参加祝福啊，可是总觉得他们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合一、非常透明、敞开的关系，但是改善了非常非常多的啊，这个情形了。2001年9月份，我记得啊，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9/11事件，哇，有些人来不及跟亲爱的家人说再见之后，哇，就是很大的感触。结果那个礼拜以后，9/17的那莉台风有没有啊？我那个诊所房东说从来不淹水的，就那次就淹水。淹水以后呢，地下室很多的器材药物，那要差一点要去淹没的时候呢，我带着太太去抢救。我本来想要执意要再去抢救，我太太就拉着我说 no， 就霎时间那个天花板就塌下来。我是劫后余生呢，几乎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呢，就是9月底，我们就召集这几位几个夫妻一起来谈这个主题。我就说，如果说各位像我一样，或者9/11一样劫后余生，你幸运活下来了，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对家庭婚姻的看法
有没有什么新的领悟，大家谈论很热烈。很不幸的，那个姐妹在那次聚会当中就突然间昏迷，送到急诊室，很快就离开世间。照电脑断层原来发现不明原因的脑内大出血，只有在送去医院前稍微意识点模糊的时候，她先生问她说健保卡在哪里，健保卡在皮包里，就这么一句话。所以先生几乎没办法接受这个突然间来的噩耗，所以那个礼拜在要筹备追思礼拜的时候，先生每一天晚上思考这个怎么样去纪念他太太的时候，写了一封寄不出去的信。小玉，你好吗？在那里怎么样？我想应该是好的无比吧。这几天你不在，我全身无力，不晓得要做什么。少了你每天催促我要上班，要按时吃饭，甚至陪我灵修祷告，我好不习惯。我好想你，心里有好多话好想要跟你说。现在每天回到家里，没有热腾腾的饭菜，听不见你的声音，心里好像空空的，好奇怪。我好想能再吃你煮的菜，好想你再陪我。昨天去银行领钱，连哪颗印章密码多少都不知道，幸好在银行里碰到教会的林姐妹来帮忙，才顺利领到钱。我才体会到领个钱是这么费时的事。回想过去，我真不应该常骂你说，去领个钱这么简单的事让我在车上等那么久。小玉，我真希望还有下一次，下一次我一定要高兴地迎接你，然后对你说，老婆辛苦了。前几天到韦超家看以前大家相处的录影带，影片里你在我左右，我拥抱你，亲吻你，感觉好幸福好满足。而今我只能不停止地想你，念你，多么希望你现在能出现在我面前，让我紧紧拥抱你，亲吻你，告诉你说我爱你，小玉。永远爱你的丈夫阿生。阿生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一天，虽然他们已经有成长有学习，可是他很多时候还是带着那个固执些挑剔，还在有时候嫌他的太太怎么样怎么样。他有时候很想早一点的学习怎么样更多的如何爱太太，可是现在没有机会。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或者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你也有带着这种心态，哎呀没有关系啦，再说啦，他成长就好了吧，应该是他改变。我不晓得你对人生如何看法，我觉得人生是无常的，是一个旅程，可是总会有离开一天。只是我们总是觉得这日子不会那么快临到。如果今天真的有人跟你宣布说
你的生命在地上只有三天，你会不会认真的思考怎么把握最后的三天，好不好？我们闭起眼睛来沉思一下，如果真的只有三天，你要怎么规划你的三天，怎么安排？当第一天的早上太阳起来的时候，第一天，这一天对你有什么意义？你要跟谁相处？怎么安排？第二天呢？当第二天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后的第三天呢？你又是怎么安排呢？记得十多年前，我跟邱老师我们上过这样的课，在这堂课里面，我们真的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里面非常多的不舍，非常多的想要跟对方说的话，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可是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今天把我们当下。那 我想邀请我们当中有愿意分享的夫妻，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你们刚夫妻分享当中，你们彼此说了什么话？那我就说，这三天我就全部都是跟我们家人在一起，然后我还说，可能我们全家还要一起去，去旅游，就是他可能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要一起去。那 我想邀请我们当中有愿意分享的夫妻，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你们刚夫妻分享当中，你们彼此说了什么话，你们彼此觉得对方所谈的非常深深的感动你，你也很想跟我们分享的，可不可以送我们这份礼物？ 我跟我太太分享是说， 我头一个反应是我会很生气，很生气神怎么只 给我只剩下三天，但是我马上想过来说，谢谢你给我三天的机会去 跟家人说再见，然后我会跟周边需要道歉的人道歉，跟我爱的人跟他们说我爱他们。我从结婚之后，我就一直跟神有一个祷告，我愿意踏入婚姻是我相信你，所以我要跟你做一个交易，就是我相信你，那你可不可以让我跟我的家，就是在我们还就是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你再来，再不然就是我要跟我的家我的孩子，我们要一起去天国这样。所以我一直都期待说，我会跟我先生在天堂，我们会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有什么事就现在赶快解决。所以刚刚就是提到那个问题，只剩下三天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会第一个就是跟神想说，不对，这个不是我跟你的约定，因为我们讲好了。但是第二个，如果真的已经发生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自己的死亡我不那么介意，所以我刚跟他讲，我说如果真的我只剩下三天，我会给小孩请假，然后我们会就是五个人都在一起，然后我会把那三天就是录影从头到尾录下来，然后打电话跟我的朋友说再见这样子。我说但是我希望那三天不要发生在他的身上，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不能发生在他的身上，因为我自己的生命没有，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我看着他然后只剩下三天，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你好爱你的老公，你不能没有他。 OK， 好，我们三号的夫妻，如果我知道三天的话，我就想一想，我觉得我第一天就想都跟我老公说，然后我们那一天就是我们两个人度过，然后呢第二天要跟我们的孩子们说，然后有些话想要跟他们说，感谢的祝福的，我觉得孩子们要祝福，
然后可能在第三天的时候，可是当中可能就是去约我的一些，尤其是家里还有，如果这三天现在的话，那就是还有长辈，然后我会觉得要跟他们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他们这样子。其实我跟第七组的太太的想法是一样，如果那个发生了三天，那一定不会是我太太，我也是很不忍心看着这样子。其实刚刚邱老师在说，如果你有三天，你要做什么样子的祷告？我自己祷告给神说，如果我只剩下三天，那求神拿去用，就是怎么用，我觉得就交给他。如果神说，那这三天就让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我觉得那就好好的陪我的家里人。可是有点扫兴的是，这个理工的头脑告诉我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那个三天，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那个三天，所以其实我们只能把我们的每一天真的是好好的交给神。要不要我们一号很年轻的夫妻先生比较务实一点，他说三天的话就是都给家人，然后遗产什么那个税法税金的事情都先过户好。是是，这是先生说的。那我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之前是住有一段时间是住在国外，但是回来台湾，特别是结了婚之后，我都没有办法再回去国外去看我那边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所以我会期待说，如果是只剩三天，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小叮当的任意门，把我的真正的家人然后引介给我在国外的家人，让他们就是至少以后去那边不是没有家人，而且是可以纪念可以怀念我这样。五号夫妻好像要跟我分享哈，来，我觉得剩下三天真的是非常的宝贵，那我就说这三天我就全部都是跟我们家人在一起，然后我还说可能我们全家还要一起去距离游，就是他可能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要一起去。可是后来我太太跟我讲的时候我更感动，她说第一天早上她起来她就要再煮饭给我们大家吃，吃完他做的早餐以后，中午就开始跟他家人告别，晚上在一起煮饭，然后第二天再去见我的家人，然后第二天就结束了。第三天他讲的让我更感动，他说因为我们的孩子没有去过上海，我们在那里认识的，然后他要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我们一起到上海，去到当初我们认识的地方，还有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去认识他们。补充一下，就是我跟我先生，我们都很早就受洗了。后来我们两个都各自在上海七年之后被主再捡回去认识结婚，所以上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如果我只剩三天，那我们家的小苹果，我女儿啦，对，那没有去过上海，那我觉得最后一天我会把她带去，然后跟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最后回天家。因为我刚刚那个很感动，就是我妈三年前过世也是很突然，对，就觉得爱要及时这样子。对，然后如果剩三天那也很好，我就可以上天家找妈妈这样子。有没有人好像在人生当中过去你很想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你的生命的一些的得着人生的意义，可是你一直开不了口，或者是没有那个动力去做，那是不是从今天回去我打个电话写个信聊个天，跟他分享你们生命的意义，包括今天这一次上课的你的收获。我也不晓得当中我们有没有人就这一生当中过去一个非常得罪我们的人，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我总要在这三天走到天涯海角都要找到他，泄了我的气，咽下最后一口气。哎呀，不要笑哈，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最亲密的配偶当着仇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上帝不要我们最亲密的这一位成我们的仇人，而是爱人，何不我们真的及时的趁着在我们有生之年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和好。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恢复伊甸园夫妻美好的关系。神看重，就像神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恢复一样，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救恩，饶恕的救恩。我们来看一段经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好，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来请。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神何等的看重我们中间不要有任何的破口，皮肤不要有破口，婚姻不要有破口，不要有嫌隙，有嫌隙的那个缝会越裂越大，就不容愈合。所以耶稣自己讲的，当你要献祭的时候呢，如果你想起弟兄或者你的姐妹向你怀怨，你先把礼物留在坛前，神在等你，等候你，你先去跟对方和好了，然后再来献礼物。神看重我们的内心胜过那个礼物，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接下来我们夫妻能够来一起在神的面前学习彼此饶恕。我们教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仪式，就是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前，他擘饼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舍，葡萄汁代表他所流的宝血，大有功效。神既然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可以照样要来宽恕配偶对我们的一切的亏欠。好吧，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好，来到神的面前。擘饼的程序是这样子的哈。其实我的时候心里是很气你，我很气，可是我没有人可以讲，所以我就去祷告。就像你刚刚说，我是去祷告，可是你可能不晓得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说什么，其实我都在骂你。几年前我车子自己去凹到墙壁，是不是你祷告的？好吧，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好，来到神的面前。擘饼的程序是这样子的哈，老师有一个小示范哈，我们仍然安静我们的心啊，带着一个很虔诚、很真实的心，一个愿意来跟神和好、跟神人和好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一点简单的存款，然后向对方很具体的认错一些事情，对方听了要回应、接受我们的道歉、原谅我们。我们用这个仪式，饼跟杯，代表上帝饶恕我们，我们也宽恕对方，成为和好，然后再换另外一方。接下来老师要示范认错请求饶恕的程序。明真，我很谢谢你这一路来陪伴，你不但成为我贤内助，在各方面你也帮助我成长，我也可以对你无话不说。但是有几件事情我还是要在神的面前真的跟你认错求原谅。有时候为了一些孩子教养的问题，我知道你比我用心带小孩，可是有时候我就不经意又冒出那句话说，从小根本没有看过爸爸，你怎么知道爸爸要这样子来教小孩？反而是我里面的一个骄傲，跟你说对不起。还有在早期开业的时候真的很忙碌，没有多听一点你的一些心里的话，没有知道你的真正的满足是什么，要求原谅。最后就是那几年分开两地的时候，我就有没有尽到保护你保护小孩的责任。虽然有一年我放下工作过去跟你们一起住，可是那段时间我心里还是很混乱，
你还是一样的包容我，所以我今天特别跟你说对不起，原谅我好吗？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而舍的，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的，主已经赦免你我的罪，我也愿意原谅你对我的亏欠。谢谢，爱你。维超，谢谢你在我生命当中，你都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其实在我过去没有学习的时候，我的情绪也是常常的不稳定，但你都用非常大的宽容跟包容，我要感谢你。因为我没有父亲的形象，所以在婚姻当中我不断地向你讨爱，我也不断地觉得你不太像一个男人。我真的在神的面前跟众人面前要来向你认错，我非常高的标准要求你，我也常常怪你都没有好好的做孩子的榜样，但我都觉得你都是全然的付出对这个家，你自己都没有一点的保留，你是愿意完全的为这个家摆上。所以我要求你原谅我，我里面非常多的论断，非常多的批评，非常高的要求，我也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知道怎么顺服你。我真的很希望我学习到圣经上说的妻子顺服丈夫的那个程度，希望你帮助我，我也要向你认错，我没有凡事顺服你，求你原谅我，也求你帮助我。我愿意，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为你而舍的，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主怎么样已经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我要照样来原谅你一切对我的亏欠。接下来请夫妻练习认错请求饶恕的程序。蓝云，感谢上帝让我可以跟你结婚，也因为认识你要跟你结婚我才会受洗，这是我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在最近的一年半当中，我们家经历很特别的过程，在这段过程当中，我有很多的脾气，有很多的抱怨，甚至是对孩子我也有很多的时候的不耐烦，请你原谅我。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而舍，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主已经赦免你我的罪，我也愿意饶恕你对我的亏欠。伦怀，你是一个超过我期待的先生，我对你有很多的要求，因为我认为你非常的棒，也非常的好，所以每一次当你有抱怨的时候，我会不接纳你的抱怨，对你的埋怨、负面的想法都认为不该出现在你这么完美的身上，所以我没有接纳你的全部，希望你可以原谅我。谢谢你的包容，谢谢你一直都原谅一个这么不完美的我。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而舍，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主已经赦免你我的罪，我也愿意饶恕你对我的亏欠。慧天，谢谢你这一生中最年轻最辉煌的日子都陪伴我这个浪子，在婚姻的风暴当中你愿意留下来，没有选择离开，并且也帮助我在这个学习当中，在爱中不断的成长。
我知道上帝把你带到我的生命中是有他的旨意，因为上帝要你为他来去赢得一个好像人看不怎样不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男人。谢谢你愿意原谅我对你做的一些你现在或许还有一些的没有放下的，我请求你原谅我。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就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主赦免的我也愿意赦免你。真要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你退休之后，协助帮助我很多在家务的忙碌，而且做得非常称职，我要为此谢谢你，特别想请求你的原谅，因为我的快，会因为我的快常常造成。很多地方是让你受伤，造成我们里面的冲突。但是最后那个愿意道歉的人还是你，我为此感到对你真的是很对不起，请求你原谅。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而舍的；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的。主已经赦免。我的罪，我也愿意饶恕你对我的亏欠。老婆，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太太，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公跟爸爸。可能一方面我从小其实在一个很破碎的家庭中长大，所以其实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爱人，甚至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很多事情我觉得你做得不错，可是我却没有肯定你，然后一味的挑剔你、轻视你，甚至论断你不好的地方。有些时候因为我个性很急躁，然后没有办法容忍你比较慢条斯理跟细心的部分，然后甚至一直在这当中对你不耐烦，真的觉得很抱歉，请你原谅我。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而舍，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主已经赦免你我的罪，我也愿意原谅你对我的亏欠。亲爱的老公，我要谢谢你，因为我觉得我从我们不管是在交往的时候，一直到结婚这两年多，其实我们的冲突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要谢谢你的就是，不管我们的冲突多么的大，你却从来没有说过你后悔选择我。我要谢谢你，就是你从来没有放弃我，而这也是我要请你原谅我的地方，因为很想放弃这个婚姻的是我。我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嫁给你？然后为什么你让我没有幸福的感觉？然后常常会觉得别人的家庭很幸福，为什么我们会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也会在过去也会直接跟你说我们不应该结婚的，甚至我说你去找别人好了。其实我说了很多伤害你的话，我请你原谅我。以后不管我们这个婚姻会有多少的艰辛，但是我会愿意跟你一起走下去，不会再轻易放弃，请你原谅我。
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而舍的。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的。主已经赦免你我的罪，我也愿意饶恕你对我的亏欠。很感谢，很感谢你，多年来都一直不放弃的为我祷告。我要对，我一个，我这个，追求完美的这个个性，常常对，事情，的批评，还有对你的批评，甚至不耐心，我要求你的原谅，你能原谅我？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而舍。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主已经赦免你我的罪，我也要赦免David 老公你对我的亏欠。老公，我从我的心里面，我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我的生命里面没有你，我是很难走到今天的，因为你对我真的很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求你的原谅，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心里是很气你，我很气，可是我没有人可以讲，所以我就去祷告。就像你刚刚说，我是去祷告，可是你可能不晓得我在祷告的时候在说什么，其实我都在骂你。我跟神抱怨，很多的抱怨，因为我心里很痛苦。虽然我没有跟神说我好希望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给他一个教训处罚他，可是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心里好希望说你会因为有一个什么教训，然后你就回头。我要为我在背后这样子的抱怨跟你道歉。我觉得我不应该有那样子的想法，我也不应该就是在背后说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可以原谅我吗？等一下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每次祷告完以后啊，然后你都会真的出一点差错，然后其实我心里就会高兴。可是我刚刚想一想啊，当时的时候我都觉得是神听我的祷告，我就会说哈利路亚。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子想，欸，我觉得我这样子就是把你当仇人。可是我不是要把你当仇人，我只是觉得好像我可以出一口气。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再进一步有爱的关系，我不应该再就是在背后高兴，所以 sorry。几年前我车子自己去凹到墙壁，是不是你祷告的？对。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而舍。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就像，耶稣赦免了我的罪，我原谅你。
亲爱的凡霞，你是上帝给我最棒的礼物，谢谢你用爱来爱我，包容我。虽然我生命是如此的不安全、不成熟，以至于常常惹你生气，尤其很多时候都会有莫名的情绪，我都会发泄在你的身上，让你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承担了多少的痛苦，希望能够原谅我。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而舍，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主赦免了我们两个人的罪，我也愿意饶恕你对我的亏欠。亲爱的龙翔，我也谢谢你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总是在信仰当中，好像是一个带领我走神的道路的人，一个支持者，然后也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你总是支持我、帮助我，甚至聆听我的声音，所以我要跟你说谢谢。那我也要跟你道歉，非常对不起，因为我非常喜欢掌控你所有的一切，安静的坐在旁边看电视，我也想要掌控你，好像无时无刻我都想要知道，甚至想要你做我想要你做的事情，甚至当时候你不让我掌控的时候，甚至我的言语上面的暴力，这样子的言语的伤害，真的是对不起，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你最伤心最痛的一件事情，实在非常抱歉。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舍的，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我而流的，主已经赦免你我的罪，我也愿意饶恕你对我的亏欠。免疫系统要恢复功能，要发挥正常的作用，不是免疫系统自己努力再去运作，而是要靠其他的系统一起来整合，一起来努力。健全的婚姻也不是靠这堂课饶恕认罪就可以得以兼顾，而是要靠过去这一系列课程，我们一起来建造稳固的婚姻。但是宽恕真的是那个关键的钥匙，今天我们拿到这条钥匙，打开那扇门，主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夫妻可以手牵手一直跨过门槛，好让我们能够走得更好、更稳、更长久。耶稣在离开地上的时候之前有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我们要合一，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不但要我们夫妻之间相爱能够合一，我相信神的家也要得到合一。各位，我们在这条船上活力婚姻号，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共度难关，一起扶持，一起勉励，好不好？请各位起立，我们到前面来围一个圆圈，我们手拉手，我们同是一家人，都是神保爱的，神要赐下合一的灵，神要将极大的爱、不改变的爱、不放弃的爱、慈神爱所来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因为圣灵要将合一的灵、合一的心放在我们中间，将那个爱，爱是充满了圣灵的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唯有你能够让我们真正得到满足。当我们夫妻之间能够彼此合一的时候，你在天上，你看见我们的合一，心里就欢喜。求你祝福我们这一些的夫妻们，
祝福电视机前的每一对的夫妻，每一个家庭，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Is there a new hope knocking on my door? Is there a new hope? 'Cause I'm wanting more. Something needs to change with the way I see.Creeping by behind me, my life just creeping by behind me, my life just creeping.